这个世界包罗万象，我们在这里降生、成长、思考、感受生命的活力。然而，这个世界也滋生着恶意，让我们开始冲突、争斗。 在这漫长又残酷的岁月里，我只能一直前行，直到找到这一切的答案，最后的答案。
Yeah.